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88页，1088页第六行，从第二句看起啊，第六行第二句，夫极乐道是弥陀之所行，遍业其心，玄则所欲，皆得大愿，助真实会，勇猛精进，一向专制，庄严妙土也。这个地方呢，是讲到经文如来所行，举两个例子。第一个是阿弥陀佛之所行啊，他一生干些什么。第二个例子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做了些什么，这非常重要啊！人生于世，一生不能空过啊！要真正做一点事情，要做好事，要做利益众生的事，这非常有价值、有意义啊！果报无比殊胜，不可思议。那么先看阿弥陀佛啊，经上讲的非常详细，到这个地方是结尾总结了，略略的带一带啊。弥陀一生所行，确实首先呢，他一心一意啊，玄之所欲，所以是心里想要的啊，玄之想要的，皆得大愿啊，这就是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。实在呢，是阿弥陀佛一个愿望，这个愿望呢，是看到十方世界，特别是六道轮回的众生呢，太苦啊，太可怜了，用什么方法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？阿弥陀佛就是这个愿，这个愿太大了啊！我们能够见到地方太小了啊，他确实看到整个宇宙啊，整个宇宙诸佛如来不知道有多少，但是无量无边的 啊每一尊佛都在教化众生，他都有个地区啊，他有个范围，这个范围多大呢？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地区不仅仅是这个地球啊，是一个娑婆世界。娑婆世界有多大？常讲3000大千世界。那用现在的这个数字来计算，这一个世界3000大千世界是10万亿个银河系，10万亿，不是10万。啊，你看一个银河系多大？释迦牟尼佛的教区，他教化的范围是10万亿个银河系。啊，所以今天在我们这里没有了，他方世界又出世了。啊，到处巡回去教啊。啊，阿弥陀佛的教区最大。啊，大到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因为他的愿大。
他要把十方世界所有苦难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，这么大的愿。那苦从哪里来的呢？苦从迷来的啊，乐从哪？乐从觉悟来的。你不迷就快乐了，迷了就苦了，迷了什么都不知道啊，对内对外都不知道啊，所以许多事情想错了，看错了啊，想错看错，你肯定就说错了，你也做错了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啊，所以六道、天堂、地狱都是我们错误的想、思想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这个现在量子力学家啊，最近这个30年来，我们看了他的研究报告。把佛在经上所说的证明了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有理由敢相信，20-30年之后，佛教不是宗教，是什么呢？高等科学啊，科学家所研究的三桩事情啊，物质、信息、能量啊，这是量子力学家了他们课程的三个重要的重点啊，这三个都有很大的进展啊，特别是物质现象真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啊，信息就是念头这一桩事情现在知道，但是啊，念头从哪里来的不晓得啊，报告当中指出这个念头突然出来的，立刻就消失掉了啊。那这个说法楞严经上佛讲了，当初出生随处灭尽，就是现在他们的报告。可是这个是看到现象啊，究竟从什么地方来的，佛说得很清楚，我们相信这些科学家会发现啊，10年20年会发现啊。那么第三个比较难的就是能量从哪来的啊，在佛经上能量叫阿赖耶的业相，就是波动的现象，整个宇宙全是从波动现象里面发生的啊。佛讲的是一念不觉，不觉就是动啊，跟科学讲的完全相同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动？这个科学恐怕没法子发现啊。事实真相呢，一定要修定，不必用科学仪器，科学仪器有限度啊，它有达不到的地方啊。佛为什么知道？佛用禅定，定中时间空间全都突破，他能够看到事实真相啊。那么这个所看到的被现在科学家证明啊，佛在3000年前看到，现在科学家才发现啊，跟佛说的一个道理。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这个一切现象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都是从我们念头产生出来的啊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这最近讲的，地球上400多年来科学很不幸的走上一个误区，就错误的方向。这个错误的方向就是把它分成两份啊，一个是物理，一个是心理
这个分法是错误的啊，导致我们遇到这么多的困难，遇到这么多的灾难啊，灾难现前没有办法化解啊，为什么呢？物理跟心理不能分，它是一不是二啊，分是绝大的错误啊，所以新兴的这些科学家提倡以心控物啊，既然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，念头可以控制物质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从阿弥陀佛念头，这个念头是极善的念头啊，就是帮助所有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，离究竟苦得究竟乐，这个愿太大了啊，他做到了啊，怎么做到的呢？他发了这个愿之后，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出家的比丘，没成佛啊，这将在阴地啊，向老师请教，他的老师是世间自在王如来啊，怎么样能满他的大愿？老师没有告诉他，老师只教他，你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参观，去考察，去学习啊，看看这些世界好的地方你采纳，不好的地方你不要它啊。他用了很长的时间，这五个劫啊，一个大劫是世界一次成住坏空，换句五次，这么长的时间把所有诸佛国土啊统统去参观了，一个也没漏。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人天还不错啊，恶鬼地狱出生这个不好啊，修罗罗刹也不好，不好的他不要。极乐世界的条件有人天，就是有这个六道，他实际上他只有两道啊，凡圣同居处只有两道，有天有人啊，修罗罗刹没有，恶鬼畜生地狱没有，那这个不好他不要啊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十方世界一切不好的全不要，好的全要啊，这样子最后做了个总结，总结就是他的四十八愿，他选定了啊，一切诸佛里的好的东西他都要啊。那么极乐世界就依这四十八大愿，依他自己无量界修行功德这样成就的啊。这个世界成就干什么呢？不是自己享福啊，这一点了不起，是把它建造出来，帮助一切众生作为修学的一个道场啊。你们想永远离开六道轮回啊，想能成就像如来一样的成就啊，他提供道场让你去进修。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建造啊，给一切众生想成就的人到那边休息学习啊，指导的老师就是他本人啊，他在那里教学
啊，那么去的条件非常简单，因为简单我们才能去得了啊。啊，要求太高我们做不到。你比如说八万四千法门，释迦牟尼佛的每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，这烦恼能断得掉吗？啊，都要消业障，我们所造的善业恶业都有果报。啊，不要说身造口造，起心动念都造业。啊，善念善果，恶念有恶报，这东西我们还太难了。那到极乐世界叫待业往生，这给我们带来大方便了，不要断烦恼，不要消业障。啊，只要你做三个条件，你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不怀疑。啊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这第一个条件。啊，信。第二个条件呢，我真想往生，我决定往生。往生就是现在讲的移民啊，这个世界不好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啊。啊，在移民去，你要有这个坚定的信念，我一定想去。第三个呢，念阿弥陀佛。你看，这多简单呢！啊，所以这个条件呢，人人能做得到啊！啊，所以才能够普度一切苦难众生。啊，可是虽然这么容易，真正相信的人不多，所以这是很容易成就，就是很难相信。这叫难信之法啊，难信易信啊，只要你真正具足信愿念佛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我们一定要知道他，现在把佛教看作宗教，认为他是迷信啊，这是对释迦牟尼佛大不敬啊，冤枉了他了啊，他跟宗教没有关系啊，他很多宗教他都学过，但是他什么宗教都不是啊。我们知道宗教的条件最重要的，他要有一个造物主，要有个真神，佛教的都没有啊。啊，现在人把佛、菩萨、阿罗汉看作是神明，这是迷信的，不是佛教迷信，是那个人迷信。啊，他根本就不知道，看错了。啊，古印度佛、菩萨、阿罗汉，这是梵语，他们的言语，跟中国人讲的圣人、贤人、君子一个意思。啊，你说佛经说人人都可以成佛，一切众生本来成是佛，这是宗教里讲不通的，不可以说人人都是真神。人人都是上帝，这不能讲啊！啊，所以头一个就搞错了。啊，释迦牟尼在中国人讲的是圣人。啊，圣什么意思？明白。对于宇宙人生真相，一切万事万物，他都明白，他都明了，这个人成为圣人。啊，中国人称圣人。在印度成为佛陀啊，学圣人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地位，
这称菩萨，比菩萨更降一等的，但是修学也有成就，成为罗汉。啊，三个学位，像现在大学，博士、硕士、学士。啊，阿罗汉是学士，菩萨是硕士，佛是博士，学位名称。啊，不是专指某一个人的。啊，现在全都搞错了。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一生在世教学，30岁开悟了，就是真正明白了。啊，他是事先是个知识分子，19岁离开家庭，啊，出去求学，好学，广学多闻，印度所有宗教接触过，所有的学派也接触过。用了12年时间。啊，他也修定。啊，古印度宗教跟学派都重视禅定。啊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印度的学术世界之冠，没人能超过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重视修定。真正成就了四禅八定。得到四禅八定，对于六道轮回里的状况就一清二楚。啊，当然释迦牟尼佛我相信是非常优异的成绩成就了。可是成就之后啊，一个好学的人在我们都有问题。六道轮回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他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？六道轮回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？至少这三个问题是个悬案，没有人能解答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学了12年就放弃了。啊，这三个答案找不到啊，没人能答。他在恒河边上毕波罗树下，毕波罗现在叫菩提树啊，在这个树下入定。啊，一般定呢是八个，这个从前到深八个阶段，他入更深的禅定啊，这就开悟了。这更深禅定深到最后是自性本定啊，像慧能大师他得到了啊，他说的五句话，第四句是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，这是经常的话，翻成现在的话说，没有想到自信啊，本来不动啊，那本来不动就是自信本定，他找到这里了啊，找到这个地方呢，这叫大彻大悟，这一开悟就全清楚了啊，六道里面事情，六道外面事情全搞清楚了。啊，这一搞明白之后，就开始教学。初定之后就教学。啊，在鹿野园教五个人，这五个人都是他的家族。啊，他出家之后，他父亲不放心，派这五个人陪他。啊。所以先把这五个人找来，把他悟入的境界跟他们讲解。那其中乔成儒很聪明，就开悟了，证阿罗汉果。啊，所以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有真修行的，有开悟证果的，这叫正法，正法住世啊。
啊，从这一天开始，天天讲经教学，学生越来越多。啊，到后来差不多经常有3000多学生。啊，讲经教学49年了，79岁过世的，所以一生教学啊，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他是教育家，啊，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，他讲的东西太广泛了。啊，不止大学里的所有的学习，他超越了。啊，你去找他，你去请教他，他什么都讲。而且学生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信仰，你来了统统教你，不收学费。啊，所以这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，他本身是个什么身份呢？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。那他教学是义工，不收学费的。啊，只要找到他，真是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非常自在。啊，一生办班教学。啊，办班300多次。啊，像你们现在在国内办什么分享讲座，这都是办班的。啊，你们的时间很短，只有几天，他也有几天，有短的，有短的，有长的，长的有好几年。啊，短的呢2-3天。啊，总共300多次。这你把它搞清楚搞明白，他是什么人呢？啊，不搞清楚就说他迷信，嗯，这个人才叫真迷信。啊，事实真相没搞清楚，你相信是迷信，你不相信还是迷信，没清楚嘛。啊，那么这种迷信对我们的损失很大了，我们受影响啊。年轻的时候以为宗教是迷信，不接触啊，特别是佛教叫低级宗教，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啊，唯一的真神。佛教是什么都拜，多神教、泛神教，这叫低级宗教啊。所以我们对他真的很陌生啊，不愿意接触他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不了解的人更多。啊，佛你看这么好的心，这么好的学问，这么好的方法，我们因为迷信障碍住，不敢接触。啊，我们没有去认真学习，这个损失多大，没有法子顾及的。啊，我学佛，我26岁，那不是学佛，啊，是跟老师学哲学。啊，我这个老师我感恩，给我开特别课程，每个星期天2个钟点课，在他家里小客厅上课。他家里小客厅还没有我们这个声音棚大，啊，小圆桌，咱们就一对一，一个老师一个学生。啊，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。啊，我感到很惊讶，
我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，他哪来的哲学？啊，老师笑着告诉我，你年轻，你不懂啊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啊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从这个一个单元学习之后，把过去这个错误观念统统改正过来了。啊，才真正认识。啊，老师很好，知道我们这个年轻人有怀疑。啊，特别告诉我，现在佛经哲学不在寺庙。我说那在哪里？在经典。那为什么呢？寺庙的人不学了。你去问他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他会念经，经历什么意思他不懂。啊，所以叫我直接找经典学习。啊，你对经典越深入，你就知道这门学问越不可思议。啊，才知道佛菩萨这些人是世间最高智慧的人。啊，他们的运行都值得我们敬佩，都值得我们效法。啊，特别是阿弥陀佛，因为发这个心多大，救苦救难。啊，对象是整个宇宙。啊，不是我们这一个星球，不是一个银河系，太大了，发这么大的心啊！啊，他真能做到。啊，为一切苦难众生建造一个修行的道场的场所。啊，自己担任导师。讲经教学没有一天中断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提到的啊，它是一心一意，玄则所欲。啊，它有智慧。啊，为我们选择。啊，戒得大愿。这个就是总结，参访一切诸佛刹土之后，啊，总结他取长舍短，啊，来建造啊极乐世界，是住真社会，六根戒除外面六尘境界。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，那这个用真心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我们现在全用了，全是用妄心，不知道用真心。啊，真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这用真心，用真心就觉悟了，全都知道了；用妄心全都迷惑了。啊，在住真实慧眼，勇猛精进，不放逸，不懈怠，认真努力在做，一向专制。庄严妙土，这两句话，他把极乐世界建成了。啊，极乐世界用什么建成呢？就是
真心的意念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们的六道轮回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十法界，是我们错误的念头自己造成的。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被现代科学家发现了，啊，认为这是真理。啊，基于这个一念，可以拯救地球。地球是物质，物质现象是随着我们念头转的。啊，地球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那灾难从哪来的？经典上告诉我们，水灾是从贪心来的。今天地球上哪个没贪心？啊，贪心所感得的是海水上升，江河泛滥，啊，海啸这一类的，全是贪心感得的。人要没有贪心，这个水灾就没有了。那这念头啊，念头改变物质环境啊。啊，火灾是嗔恚。啊，嗔恚感应的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。啊，浴池感得的是风灾。啊，飓风、龙卷风，啊，愚痴，傲慢感应的是地震，怀疑感应的是山崩地陷。现在常常听说山倒下来了，泥石流倒下来了，地突然下陷了，这是怀疑。啊，所以贪嗔痴慢疑感则。外面自然灾害，是在哪里是自然？不是自然的，全是我们不善的念头啊。2012年灾难，玛雅预言说的，每个人都提心吊胆。啊，前年有一几个科学家在悉尼开了个会议。啊，会议只有两天。啊，邀请我，我没去。我们派学会派了8个同学去听。啊，同学给我寄了一份报告，我看了很欢喜。啊，第一天的报告是他们最近研究的成就，真的跟佛经越来越像了。啊，我们非常安慰。第二天专门讨论玛雅预言灾难的问题。啊，里面差不多是一半一半。一半的科学家认为这个灾难肯定有。另外有一半说未必。啊，不至于造成重大灾难。美国的布莱登博士啊，我们做了个总结。他说2012不是世界末日。啊，而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个天象。就是银河对齐。这一天银河的中心。银河中心是巨大的。黑洞啊，这个黑洞啊，引力非常大啊，会把太阳的风暴拉起来，吸引上来啊。这一天的时候，是银河、黑洞、太阳、地球排成一条直线啊，所以会产生很大的引力。
啊，那么太阳风暴呢，是一年是个周期，正好也碰到周期。啊，怕的是太阳风暴啊，会影响到地球。啊，如果被银河黑洞这么一拉的时候，拉跟地球很接近，那我们就会有很大的灾难。啊，第一个，地球上人发射的人造卫星全部毁掉了。啊，这是非常可能的。啊，我们的电信中断了。啊，还有地磁会有偏差，偏差好几度。那这样这么一来，我们的这个航空航海方向啊，没法子辨别啊，会遭遇这些困难。也就是说，飞机轮船的时候都不能走了，都不能动了啊。还有一个叫电力中断，可能全球因为地磁的关系，可能这个电呢全部都断掉了。啊，至少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恢复。啊，会有这些灾难。啊，最怕的是怕什么？地球上有超级火山，有十几个，都在海底。这种火山如果被它引发爆炸的话，那个麻烦很大，会引起科学家估计1000米的海啸。啊，前年日本的海啸10米，苏门答腊的海啸也是10米，死30多万人。啊，1000米还得了吗？1000米在大洋当中，啊，它向四面扩散，越散得远，它的就水就越低，啊，那么从它爆发的中心达到这个海岸，就算它减一半，500米，再减一段，减一半，算200米，那就不得了。这太可怕了。啊，所以有许多信息告诉我，什么地方是算安全的？距离海岸直线200公里以内，大概它这个浪冲不到这么远。200公里的可能它的浪都会冲来。啊，这是科学家的报告。这个不是迷信啊，可是布莱登博士告诉我们，如果地球的人觉悟了，从今天起，他提出三句话：切恶扬善，就是佛家讲的断恶修善；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不但这些灾难可以化解，会不发生啊，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啊。这是这一批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就是用我们的正念修正我们的邪念，外面灾难就化解了啊。对内讲呢，我们的五脏六腑恢复正常，身心健康，不需要医药啊。啊，我有的时候也想到开玩笑的说，这一批科学家发现的这些事实真相啊，要让地球上科学家都承认呢，不太容易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如果真的这个理念被接受了，
第一个失业的是谁呀？医生，医生要失业了，药店都关门了，我说不需要了，完全用意念把自己身体恢复健康，不需要医药了啊，完全用意念呢化解地球上的灾难，这个力量太大了。啊，所以科学家这些报告我们看到了。啊，不应该忽视。要把它当作重要的参考资料。啊，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，要到那一天才知道。啊，现在这一天是越来越接近了。啊，我们心里要有准备。最重要的，很多人提醒，最重要的三桩事情。第一个，素食。不吃众生肉了。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第二个呢，啊，因为那些人不是学佛的。第二个，要我们培养爱心。啊，能真正的爱别人。爱一切众生。你爱人就不会害人。啊，这个爱的念头好。啊，非常非常好。啊，宗教里面可以能够啊把宗教团结起来成为一家人。什么理论呢？就是爱。每一个宗教都讲爱。啊，没有宗教不讲爱的。啊，就佛法里讲慈悲，慈悲就是爱。啊，要把爱心发扬光大。第三个要镇静，就是灾难来了不要害怕，你能够稳得住啊，你才有智慧知道怎么处理啊，不要被他吓死了。实实在在讲，那个时候死的人很多，90%都被吓死的啊，正如同癌症是小病，像伤风感冒一样不稀奇，很容易治得好。啊，得癌症的死的也都是被吓死的。认为自己得了绝症，没有希望了。这个观念就送他的命。啊，你要把他若无其事，根本不理他。一两个月自然就好了。你再检查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所以科学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。为什么？他们要找证据，证明他们发现的是事实。啊，就是念头可以控制物质。那最好的这个实验呢，就是病人，癌症病人。啊，到医院里面放弃治疗了，他已经绝望了。那么这些病人里面，有一些是信仰宗教的。啊，你注意他们。他们果然把身体忘掉了，病忘掉了，回家一天到晚去祷告，希望上帝接他到天堂去，这是个好念头啊！不想病，不想身体，一两个月之后啊，他身体不错，没有感觉怎么，再去检查没有了啊？为什么没有呢？你不念病了，你想他好也是念他，想他不好也是念他，都是死路一条。你培养他，你根本不理他，等于说把他的营养切断了，那个病就死掉了。啊，你就活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不是什么奇迹。啊，医生说奇迹，医生不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这个事情很多啊，他们现在收集这个例子，也很丰富，啊，来证明。
意念可以控制物质，啊，身体的疾病自然恢复健康，啊，不要医药，也不要打针，啊，连诊断都不需要，啊，就是把疾病忘掉。我们同学身体有不好的、有毛病的，我教给你，你把那个东西忘掉，一天到晚就想阿弥陀佛，就念阿弥陀佛。你看，你念上三个月再去检查，什么毛病都没有了。啊，例子很多，我们要相信啊。人要是把怀疑常常端出来，信心没有了，那对身体很糟糕。为什么呢？免疫能力全没有了。啊，信心是免疫，强烈的信心，细菌都没有办法侵犯你。啊，为什么？你每个细胞都健康，它不能渗透。你有怀疑，它就进来了。所以贪嗔痴慢疑叫五毒啊，疑毒最深，疑毒最可怕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学佛，特别是净土法门、极乐世界，要有坚定的信心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啊，我们会见到阿弥陀佛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“忆佛念佛”，也是想念。我想佛，我念佛，现前当来。必定见佛啊！佛会实现给你看，增长你的信心啊！那现在为什么不现呢？你业障太重了，不是他不现，是你自己有障碍啊！他没法子现，你好好念佛，念上个一年半载，你心清净了。条件有了，他就能献给你看。啊，全在自己啊。与别人不相干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这个阿弥陀佛的心行，我们明白了。这经上讲得非常透彻了。那世尊之所行啊，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的心愿，他老人家一生所为啊，也非常简单，与真群谋，会以真实之理啊，跟阿弥陀佛是一个愿，一个愿望，要拯救这一些苦难众生啊！啊，蒙是迷惑颠倒的众生啊，这是指六道，指三途啊。我们可以说，六道里头，阿修罗、罗刹都是迷惑颠倒。不迷惑颠倒，怎么能干坏事？不可能的。啊，造作这些坏事，果报都在地狱。啊，好端端的一个人，为什么去造地狱业？为什么去堕地狱？啊，都是迷惑颠倒。啊，那么要救这些人，要给他真实的利益。什么利益最真实？把极乐世界介绍给他。啊，让他认识极乐世界，明了极乐世界，
求生极乐世界，这是最真实的利益，没有比这个更真实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阿惟越是明心见性的菩萨。啊，这不是你自己修来的，是阿弥陀佛加持给你的。啊，虽不是修的，阿弥陀佛加持你管用啊，你能用得上啊。啊，一直到你自己证得，这一桩事情，除极乐世界，其他世界里头没有听到过。啊，只此一家了。啊，真实立业了，也确实只有这一桩事情了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把净土介绍给我们，这是给我们真实立业。啊，这个法门确实是难信之法。啊，不但是一般人，学佛的人都难相信，不是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？啊，人家苦修啊，修几十年呢，你才念几天佛就超过他，人家不相信。啊，这理太深了。啊，佛常说这个事情。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，啊，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成佛才行，才真正清楚。没有成佛，你很难相信。那真正相信也不是没有原因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这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，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今天遇到这个法门，得无量诸佛如来的加持，你能信，你能发愿，没有一个是偶然的。但是过去生中我们记不得了，我们有个人之谜，一投胎前世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。我们相信佛这一句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啊，为什么有人一接触法就相信？有人接触这个法门，一辈子都不相信。啊，我们也不是立根人，我接触这个佛法，30多年之后才相信。啊，不是没有人介绍啊，老师苦口婆心劝我接受这个法门，就不行了，就不能接受我。啊，那么我有一个长处，一生不离开金角。啊，我接受这个法门，跟诸位报告了，为什么接受的？我讲华严经，讲法华经，讲楞严经。在这些大经大论里头发现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这是我们心目当中最仰慕的两个人。啊，他怎么成就的？他们是念佛求生净土成就的。啊，看到这个我们就呆了。啊，善财童子怎么成就的？也是从一开端，53参开端，那个老师吉祥云比丘教他念佛法门，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，跟他讲了21种念佛法门。啊，那个21种是纲领，展开来所有一切法门都是念佛法门，妙极了。
啊，我讲《华严经》的时候没有体会到这层。啊，经讲了一半了，想想，啊，生平所仰望的这些大菩萨，他们怎么成功的？这才把这个经文找到，然后相信，回头再看过去所讲的，啊，都照古人注解讲，讲的不透啊。啊，意思没讲出来呀、啊。我自己模模糊糊，我相信听的人也是迷迷糊糊的。他怎么会听清楚呢？啊，三十多年时间不是短时间了，才真正接受，真正相信，一点怀疑没有了。所以证明他确实是难行之法啊！可是我们相信的跟一般人相信的心情不一样啊！我们是透过许许多多大经大论在这上总结出来的经验啊，所以这个信心坚定啊，这个信心经得起考验。下面说十方如来之所行，亦复同此真实啊，不但是弥陀是释迦，十方一切诸佛他们的心行呢跟释迦跟弥陀同样真实啊，故同声赞叹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，劝令众生往生极乐啊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不讲无量寿经，没有不介绍净土法门的啊，目的是希望大家通通念佛到极乐世界去，精进阿弥陀佛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一生决定成佛。成什么样的佛呢？跟阿弥陀佛一样。啊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、德能相好，绝不逊于阿弥陀佛。这阿弥陀佛教出的学生。今我辈学佛所行啊，这现在讲到我们呢啊，我们要想学佛，学佛的存心，学佛的所行，首当依佛所教啊，从哪里开始？要依佛教诲啊，佛在这个经上教给我们的，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。这才能成就啊。啊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啊，这一句话是全经的总纲领。是修学最重要的指导原则。啊，什么是菩提心？菩提是梵语，意思是觉悟。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。在净土里面讲，藕益大师说的，
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真正相信发愿就能求生，就能往生，念佛就能增高品位啊！你有这个认识，这个心就是大菩提心啊！有这种菩提心，你一向专念啊，一生就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一定要亲近阿弥陀佛，我不离开阿弥陀佛。你做得到啊？不是做不到啊！啊，弥陀要解约，欧耶大师《阿弥陀经》要解，佛以大愿。啊，这个大愿就是指48愿，做众生多善根之因，以大行做众生多福德之缘。欧耶大师说得好啊，这印光大师佩服到基础啊。这是说什么？过去生中没有供养无量无边诸佛，这一生能不能往生？欧耶大师说也行。那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48愿作为我们多善根的因，你只要真正能相信啊，我们自己没有供养诸佛如来，阿弥陀佛供养了，他到每一个佛刹去访问去学习，那不就是供养吗？他供养无量无边一尊佛没漏，他把这个给我做多善根的因，那就是他代表我们供养了，这个供养功能我们一下就拿来了啊，我们就立刻具足了供养无量无边诸佛了，这不得了的事情啊！真太难得了啊！一大行啊，大行就是他无量界的修行啊，这种修行的功德作为我们多福德的缘，我们的因根缘具足了啊，就圆满了。只要你肯相信，你要怀疑你就没份，你要不怀疑真信了，阿弥陀佛送给你礼啊，我全部接受了，这就变成我的了啊。又怀疑不敢接受啊，那你就没得到。啊，于是我们了解往生极乐世界的那些人，我相信绝大多数是这个人，真正自己多生多劫供佛闻法那种善根福德因缘的人不多，这个方法多啊，就是接受阿弥陀佛的供养啊，把阿弥陀佛的善根福德变成自己的善根福德，绝大多数啊，所以经而令信愿持名者，念念成就如是功德，而皆是一成啊，阿弥陀佛成就的。所以我们前面读过啊，念佛的时候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念佛的时候，你的善根福德同佛，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，
千年过啊。这个地方给我做证明啊，偶业大师来作证了、啊。啊，为什么同佛？就是这个同佛了。啊，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，这是真信心啊，这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欧耶大师这句话讲得多好，念念成就如是功德。啊，阿弥陀佛在因地普供一切诸佛的功德。啊，阿弥陀佛那大行不知无界了，无量劫啊所修的功德了，加持给我们，让我们的功德跟他一样啊，说非今今是现在，非当当是当来是未来，不是现今，也不是当来，为什么呢？已经成就了啊，不是现在成就，不是未来成就，已经成就了啊！阿弥陀佛送来的礼物我接受了，已经成就了啊，不必我自己操一点心，你这个还得了吗？啊，欧耶大师给我们注解的《弥陀经》，注解并不很长，印光大师对他的赞叹说，古佛再来啊，到这个世界来给《弥陀经》做一部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，这个赞叹赞叹到极处了啊，有怀疑的，我遇到过，我那个时候到新加坡没多久，啊，演培法师有一天请我吃饭啊，吃饭的时候他问我，哎，他说净空法师，我今天请你吃饭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神通，我还没有擦神通。他说我有一个问题向你请教，我说不敢当，那是个老法师，大我十岁。啊，他就提出，印光大师对于弥陀要解的赞叹是不是过分了？你看，算是当代的大德啊，他是学法相宗的，求生弥勒净土啊。我回他的话，我说欧耶大师说这个所做的，印光大师所赞叹的，我说没有过分，赞叹到恰到好处我们应该要尊重，应该要学习啊，那现在我们知道啊，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，这本书大势至菩萨这样赞叹，那欧耶大师是什么呢？我们想不是阿弥陀佛再来，肯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啊，佛在话，这经怎么能讲得这么透彻？
啊，讲的这么妙。啊，真不容易啊。啊，该这下面的话是黄念老的话，盖为佛以大愿作众生多善根之因，以佛之大行呢，作为众生多福德之愿，故能令信愿持名之人于念念之中，皆成就佛的大愿大行之功德。如是功德，皆是久已成就，不是今日促成，亦非当来再成。这话说得好，这个解释的清楚啊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，决定不能轻易度过啊，这是真正证明啊，是如来法印啊，决定真实，没有一个字是妄语。啊，真实的愿心，希望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圆满成就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我们再看下面这几句话：盖佛国觉，啊，如来已经证得圆满的国觉啊，久已圆成了，圆满成就啊！今我念佛，以佛果觉了，作我因心。我们今天念这句阿弥陀佛，这一句名号是阿弥陀佛果觉所成，我们用它来做因心。故我因心呢，顿通过去，跟前面我们读的一个意思。念佛时，善根福德同佛，同阿弥陀佛，一个意思，讲绝了。啊，有缘听到这个法门，应生无量的清喜，不容易听到啊！啊，下面说盖因念佛善因，福德同福。啊，这一句话是决定要记住，你就肯念佛了，你就欢喜念佛了。啊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。啊，累积成佛的善因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。啊，故云如是功德皆是已成，啊，不是现在成的，不是未来成，早已经成就了。啊，如来乃善中之王，德中之尊呐，故我等受因随行。啊，这个一定要肯定呐。行善，我们无论行什么善，比不上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中国古人说，量大福大，啊，量小福就小。
谁的量能够跟阿弥陀佛比？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那个心量多大？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没有一法不容啊，都能容啊。佛就大啊，我们这个心量太小了，这个喜欢，那个不高兴，这就形容心量太小了啊。佛没有平等摄受啊，慈悲遍法界啊，善意满娑婆。我们要真学，所以善中之王，德中之尊啊，我们守因随行，要跟着佛走，要向佛学习啊，常随佛学。但如来诸善其修，万德庄严，是故我等于世尊于德也应随行。啊，这个补充有必要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要不然我们专念佛了，这世间什么好事也不做了。啊，世间的好事还是要做，这是佛的愚善呢。啊，念佛主善，最重要的。啊，不要把念佛忘记。啊，但是世间有好事还是要做。啊，我们看到地球灾难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很清楚。啊，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啊，这不是一个地区，全世界呀！啊，我很幸运，有这么一点缘分。啊，跟一些国家领袖啊，交了朋友。啊，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个疑惑，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？啊，很多人来问我，我回答这一句话，我说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就是教育出了问题。啊，中国古人有两句话，这个答案就是完整的，说子不教，人心坏了。家不齐，社会乱了。啊，这就答案了。啊，现在家没有了。古时候的家跟现在的家不是一样的。古时候的家了是个团体生活。就像现在讲的社团，是个社会团体。啊，他不是简简单单夫妻带这个小孩，不是的。啊，他是多少代同堂不分家的，大家族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是大家族。啊，在中国现在，你在地图上能看到，啊，乡下城市之外的，啊，这个村庄里村，那就原来是李家一家人。啊，那个村是王村，啊，那是王家一家人。这一家人，一般来说呢，大概300人左右，一家人呢。啊，自己上面有父母，有祖父母，有曾祖父母，有高祖父母，都在呀。啊，下面有儿子。有孙子，有重孙，有玄孙，九代呀、啊！
这样的家庭呢、所以人多啊。中国自古是以农立国，农耕需要人才，需要人手，所以人多好办事啊，耕种容易啊。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团体生活，要没有规矩，那这家就乱掉了。所以家有家道。家道必须要遵守的。人人都要遵守，家家都要遵守。家道是什么呢？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这是道啊。道把它落实到生活就叫德。没有落在这生活上是那是道。落实在我们真正做到了就是德，我得到了。我没做到我没得到。叫德。人人都在说，所以有家道有家规，规是依照道德制定的。一家人男女老少统统要遵守，家才能正气，才不乱。有家学，家学就是家庭子弟学校。人口这么多，小孩多要办学。这办学叫私塾，私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。有家业，家庭所经营的事业。各种行业都可以经营。那么经营的这些事业不相同，所以家里头有家规就不一样。通通记在家谱里头啊，家谱是家庭历史啊。全世界只有中国人重视家庭历史，爱祖先。爱祖先哪有不孝父母的道理？文化大革命我们在海外，心里天天惦念的记挂的就是家谱。这个东西如果要没有了，那我们的家源头找不到了。每一个中国人都担心这个事情啊。所以我们这个还刚刚开放吧。我们回到老家头一个就问这桩事情，家谱还在不在？问了几年没消息。为什么呢？不敢讲。我到05年回到老家。70年没回去。回到老家看看。还有一些我们同辈分的族兄弟。有30多个人。聚餐在一起吃饭，就问大家有没有人知道家谱还在不在。有一个人说有，还在。在哪里？就在他家里。怎么会到你家里？祠堂被毁的时候他把它偷出来了，装在一个箱子埋在地下，他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，不敢讲。我说现在可以拉出来了。拉出来给我们看，不错，是一套完整的。现装书，很大的本子，现装书。30多册。我们赶快带到台湾去，印了300套。
那就这一套了。如果丢掉之后就没有了，那根找不到了。啊，我们一看，哦，皇帝的后代，所以我们从家谱上可以能看出来，大概中国汉族都是一家人，都是皇帝后代。啊，皇帝有25个儿子，25个人有14个人有姓，就在那，在那个没多久的时候形成14个姓氏。啊，我们是这里头的一支。啊，从皇帝到我这个辈分136代。啊，那现在我们的这个辈分就很高了。啊，像上群就是我下面的，下底下的一代。啊，他的儿子右下面一代。啊，我这个下面大概我现在是底下有四代。啊，所以家了，这家和万事兴呐。这一家最重要就和睦相处。啊，这叫家齐，所以家齐故就治了。啊，从前社会上各行各业啊，最舒服的最自在的是做官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做官待遇不错，地位很高，别人很尊敬的，没事干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人人都被家人叫好了，社会上没坏人，没有案件，一个月有3-5个，那不得了了。你这个什么？你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事情啊？啊，通常一个月、两个月没一桩事情都没有。啊，所以这个做官的人没事情干，读书，因为他们都是读书人。啊，在家里写文章、著书，《四库全书》几部里头一大半都是他们的作品。但没事干啊，所以没有人不羡慕这个行业，都喜欢做官。做官要考试啊，啊，要参加考试啊，县考秀才，省考举人啊，中央政府考进士，进士的主考官是皇上亲自来考试啊，考取了，这就任命你做地方各个阶层的领导人，啊，或者做助手，啊，这叫公民呐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颠倒了，各行各业最辛苦的是做官，为什么？办不完的案子。这多苦啊！啊，我在澳洲，洛克文担任总理，邀请我到坎培拉去访问，我就看他，在国会大厦，他请我吃饭。啊，我跟他开玩笑，他见我面，端的比这个杯子还大。浓咖啡，告诉我一天要喝5杯。我说什么？你有什么毛病啊？提精神呢、啊？事情太多。我跟他开玩笑，我说现在社会变了啊，从前你这个地位人羡慕啊，现在这个地位我害怕啊，太苦了，你看。办不完的事情啊，每一天这5大杯咖啡，人怎么能受得了啊？身心都不健康啊！啊，我跟他讲，现在社会
干我这一行最快乐。啊，没有一点压力啊。啊，一生读自己喜欢读的书，干自己喜欢干的事，啊，你说多自在多快乐啊！所以我真的劝过他了，别干了，跟我一起干我这一行，搞教育啊，搞传统教育，我们来救救底下一代啊，这是个好事情啊！那个人是很聪明的人啊，他的姐姐、哥哥跟我都很熟，一家都是好人啊，正想为社会做一点好事，很难得。我们看接下来的几句，国经念佛，依佛果觉，作我因心，故我因心顿通佛觉，盖因念佛善根福德同佛，故人如是功德皆已成就啊！如来乃善中之王，德中之尊，故我等受因随行，但如来诸善其修，万德庄严，是故我等于世尊于德，夜因随行啊，善知机宜，应缘修习，正住相知，熟得圆满啊。对于社会，对于众生有利益的好事，我们不攀缘，有缘就做，没有缘不要去找事啊！所以我们这些年做的事都不是自己找的啊，都是缘成熟了啊。我到澳洲，澳洲移民部长，我在澳洲讲经的时候跟他认识啊，他就很希望我到澳洲去啊，他知道我在新加坡做团结宗教的工作做得很好，希望我到澳洲帮助澳洲团结宗教，团结族群。这语言呢啊，我的签证是他批的啊，申请澳洲永久居留他签的啊，在香港领事馆办的，他打电话给领事，我这个案件两个星期办好，领事很不满意啊，在问我们跟部长是什么关系啊，拿他的上司来压他，他是很不高兴，但是他还是到办了。啊，两个星期签证办好了，要我去拿，不是在柜台，是临时的办公室。啊，告诉我，他说法师，你拿的这个签证是我们国家发给亚洲人第一个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签证。啊，好像是类似吧，国家尖端人才，我75岁申请的，那一般人都不要了啊，发这么个签证给我，所以到澳洲很管用，非常礼遇啊，办什么事情都方便啊，政府支持啊。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之后才知道，澳洲确实很有智慧，把团结宗教、团结族群这个
事情交给大学去执行，这个很好。大学不袒护哪一方，它公平的啊。所以这些事情呢，格里菲斯大学他来做，我跟学校就发生关系了啊。昆士兰大学呢，负责做和平的工作啊，社会和谐，我跟这两个学校发生关系了啊，常常跟校长、些教授往来，了解一些状况啊，帮助他做这个工作。911事件发生了啊，几个月之后，我记得是第二年春天，昆士兰大学校长找我啊，邀请我给他们和平学院的教授举行一次座谈会，讨论化解冲突问题啊。我们才知道大学里面有和平学院，以前没听说过啊，才知道全世界只有八个学校设有和平学院，它有学位啊，有博士有硕士啊，毕业的学生多半在联合国工作啊，从事国际调解纠纷啊，这个也很难得啊。我们的认识了解了啊，我把我们老祖宗啊解决冲突、化解纠纷那些经验给教授们报告，提供他们参考，他们听得很欢喜啊。第二个星期又有学校就正式聘请我做和平学院教授啊，送给我学位啊，博士学位，我都不愿意接受。我说你打个电话来，反正我没事干了，我们是不受任何压力，什么时候有事情什么时候都可以来啊，没有时间限制，非常自在。我说我都很乐意跟你们教授聊天啊，帮助你们解决问题。他说不行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希望我代表学校，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联合国邀请的这些人都是专家学者，都有博士学位，都有教授身份，他说你一定要接受啊，是这么一个原因，我接受了。说这是好事情，这缘呢是找来的，不是我找他的啊。这次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的会议是在曼谷大学啊，我跟泰国结的缘就是那一次啊，到泰国跟他们的副总理、三军总司令查瓦利将军见了面啊，虔诚的佛教徒。我在泰国住了一个星期，他请我吃饭两次在他家里啊，所以也变成好朋友啊。06年我们在联合国办活动，就是泰国大使推荐的啊，建议联合国邀请我做主办单位，所以都是这些关系串关系这么串上的啊。那么一直到现在，图文巴的宗教就我们不能只顾自己，我们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人类做一点好事
啊，希望大家住在这地球上都跟兄弟姐妹一样啊，都能互相尊重，相亲相爱，互助合作啊，都有这么一个想法啊。从哪里做起？从图文巴这个事做起，市长欢喜。啊，真正做出来了。你看，这不是顺水推舟啊。啊，真正做出来，我们到联合国去做报告。啊，上一次的缘是泰国推荐的。那这一次我们到联合国找谁呢？上一届秘书长退了，被换新的。啊，那我们到泰国办这个好的五月间遇到联合国17个国家的代表。啊，在曼谷的时候我们碰到头了。他们对我们上一次的活动记忆犹新，希望我再去办一次。啊，正好图文巴这个缘成熟了，可以介绍给联合国。啊，这都是什么缘呢？世尊的余德了，不是我去找的。我们哪里去找事啊？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。啊，绝对不会去找事。那事情找来了，这是好事。啊，关于世界和平的大事啊，现在社会动乱，真的许许多多人对于和平丧失了信心，这很可怕了啊！所以我们遇到这个机会要尽一点绵薄之力。现在人最重要的是要看样子，没有做出榜样他不相信。我从2003年啊，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头一次不了解状况，头一次观看，没说话，就坐在底下听，坐在底下看啊，第二次我就上台有讲演了，第三次以后就主题讲演了啊。教科文组织在澳洲办过一次，我帮助他们做协办单位啊，所以2006年在巴黎啊，在总部啊，我是参加主办单位。啊，所以明年这一次我是希望在图文巴召开。啊，当地人民真正团结起来了。啊，宗教教育产生了很大的效果。确实宗教教育能带给社会安定啊，世界和平，这个很有意义啊。所以我想让联合国的大使、联合国的秘书长通通都到图文巴参加这个会议啊，然后向全世界宣传啊，我们相信爱好和平这些人士都会到图文巴去参学、去考察、去学习。所以这是大事，这是好事啊！没有缘我们不闻不闻，有这个缘我们不去，对不起佛菩萨。
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啊，除了图文巴成就之外，马来西亚的汉学院还没有正式开课，但是这个理想愿望啊，首相支持啊，还有国内有一些这个论坛做得很有成就，都可以在这个大会里报告啊，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会议内容啊会很丰富。啊，企业家采取中国传统的方法来管理，得到很好的效果。啊，在国内我知道有好几家做得非常成功。啊，这都可以来做报告。啊，让这个世界热心于和谐工作的人都可以去参观。啊，慢慢的推展。啊，如果中国每一个省都能有一个县市来推动，我们相信这个国家三五年之后全国就安定了。一定要重视教学，啊，所以这幕后这四句话，善知机，就机会，有这个机会要抓住，应缘修习，正住相知，正是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这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这是正，帮助社会解决问题，帮助社会走向和谐，这是欲，这是助啊，这是助缘，我们都要干啊，正助分明啊，互相资助，殊得圆满啊，很快我们就能够啊达到圆满啊。下面重修福善，即修善重福，这个一定要做啊，这好事啊。啊，本经广劝呢，舍我行善，实际上舍我行善呢，就是修善重福啊。观经劝修善福，底下这段文内容非常精彩，非常丰富啊，告诉我们从哪里修起啊，一定要记住，从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，从这修起。啊，一个人不孝父母、不敬师长，他做得再好，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假的是什么呢？他将来的结果是在三恶道，不是在三善道，这就是假的。如果他来生的时候在人天道，他做的是真的啊。所以这个东西能欺骗世间人，欺骗不了因果，欺骗不了佛菩萨，
欺骗不了神明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